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十七名，倒数第四行。自下一指其观，大师假设个问答来教学，问准上义理，这个准就是根据，依据前面所讲的义理，一直修行足为圆满，云何更要入止观两门也？问得很好。大乘教里头，尤其是华严，处处为我们发明不二的道理，直观不二啊，即观之止，即止之观，一门成就了，一切都成就了。既然前面五止已经相当圆满了，何必还要修观？这个问题的主要就是问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过师给我们的解答啊，这大了起心云啊，大乘起心论上说，若修止者，对治凡夫。著作世间能舍二尘却若之见，这是讲单修止啊，只是放下了啊，单修就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话里面功夫浅深差别很大，完全放下了，干净了，丝毫都没有了，那就成佛了，究竟圆满佛。如果放下了，没有完全，没有究竟啊，还残留一点余习，那叫等觉菩萨啊。所以是最后一品呢，身相无明，没放下。什么叫身相无明？实际上讲，身相无明，他也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了。他还有什么呢？还有起心动念习气，没放下。这就是等觉菩萨。习气里面残余着。生下生什么相呢？能生万法，能生万法是极其微弱的那一念呢，而且是习气，不是真的有一念，
啊，那一念是讲习气。他就也有现象，现十报庄严土。分别执着放下了，分别执着习气没放下，再方便有余土。如果说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那就是六道轮回。如果是严重的执着，那就是阿鼻地狱。啊，你放下一分就提升一分，很现实啊。佛在大乘教里头把这桩事理讲得透彻，讲得清楚，我们要明了，我们要觉悟啊，放下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了，这一点不假了。你要是不放下，那你就永远搞生死轮回。啊，这几天我是想用一个月的时间啊，带着我们几位同参道友，每一天把美国的卫斯他的著作，我把它揭要揭露了，做成一个光碟，大概4个半小时，啊，我带着这几个同学了，每一天看一遍，看一个月，啊，也就是说，把它看30遍。这个里面，虽然境界不高，没有脱离六道轮回，自始至终啊，处处教人断我修善啊，他是用催眠，从催眠里面得到了启示，知道什么？知道确确实实有轮回啊，所以他肯定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啊，灵魂进入这个肉体来干什么？来学习的，生生世世啊都在学习啊，就像学生上学学习一样，你能把你的功课都学习完毕了，都及格了，你就毕业了，离开这个世界。如果要是学得不好，哎，下次再来，留级。啊，卫斯博士大概没有学过佛经。学过佛经呢，会对他有更大的启示。这个说法跟佛法里面讲的没有两样。啊，他说学习的功课，佛法叫什么？叫见思烦恼。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就是来断见思烦恼的，把这个东西放下了，通通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所以他告诉人一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肉身有生灭，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所以你不要怕生死，身体不是自己，特别强调这一桩事情啊。所以那个书要是看了之后，对于生死这个看法了，你就不一样了，你完全不在乎了啊。知道什么？知道人从来没有死过，换个身体而已啊，而且灵魂是永远不灭的啊，灵魂是自己啊。那么他所讲的灵魂，在佛法里面讲阿赖耶识，可是阿赖耶识比他高啊，他是什么呢？阿赖耶迷在见思烦恼里面，就叫灵魂。如果阿赖耶识觉悟了，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没有了，这个时候就不叫灵魂了，叫什么？灵性。诸位要晓得，魂是在迷的状态之下，所以他怎么样说，说得再好，没有离开六道啊，没有讲到禅定的功夫。我们这里讲止观呢，止观是禅定的，比他高啊。没有这一层功夫呢，他生生世世转世啊，纵然在天道，在欲界天啊，色界无色界他还见不到，二十八层天呢，他只是最下面的六层，而且六层实在讲，六层上三层呢很不容易，就下三层，三层四王天、忉利天、夜魔天啊，绝大多数呢是在四王天跟忉利天这个境界啊。我们学佛的人拿着经教一对比就晓得了啊，可是那是很好修学的基础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他是个科学家了，有科学的数据做他的依据啊。你比如说，这个人说了催眠了，知道过去生中是在哪个国家投胎，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从来没去过，可是他对那里就很熟悉啊，机缘成熟了，他到那个地方去找啊，真找到了啊。有一位妇女啊，前身在这个爱尔兰乡下啊，是个农民，过着很辛苦的生活，生了八个小孩，最后一个小孩出世啊，他并发症的时候不幸死亡了，
所以这八个小孩都变成了孤儿。哎，他在催眠当中的时候知道得很清楚。啊，以后到他三四十岁了，经济环境好一点了，哎，他就到爱尔兰去找，真的找到了。啊，还有五个小孩，分居在各个地方，把他们找来。这小孩年岁大，都七十多岁了，哎，他自己才四十岁，前世的儿子，女儿六十九岁，找到了。跟他讲他在世的时候的状况，这两个儿，这个儿子女儿听到之后，想想是真的，真的是他母亲再来了。啊，那么这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证明。啊，真有其事。啊，所以这个他这几本书看了，你就真正相信有轮回，真正相当有过去下，知道有过去世，有未来世。啊，也晓得人在这一生的时候目的是什么，这个可不能迷了。但是大多数人到这个世间来都被染污了，不知道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啊，在佛法里面讲呢，到这个世间来就是断见思烦恼的。啊，见惑，头一个就是身见，真正知道身体不是自己，身体是个工具啊，假的。佛门讲啊，借假修真呢、啊，哎，那就对了，一点都没错了，啊，借这个假身体，提升自己的灵性，消自己的业障，修自己的功德，啊，那我们将来不就提升了吗？升级了吗？这就对了，啊，如果自己这些不好的习气啊，还是保留不愿意放下，那你就没法子啊。来生如果再到人间学得不错，留级还是要学。什么时候你能够把见思烦恼统统丢掉了，神奇了。佛法讲的细啊，太微细了，有的时候我们记不住，特别是年岁大的人，中年以上的人啊，越简单越好。那佛法有简单的啊，他东西真的是适合一切众生的根性。这个叫圆满，这叫殊胜呐！啊，佛法里面叫圣意啊，能适合一切众生根性。啊，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不喜欢麻烦。啊，可是印度人呢，很喜欢繁琐。啊，确实很适合西方人的口味。啊，那知道身体不生活，我要好好利用这个工具，成就自己的道业。啊，头一个把身放下。啊，身不是想舍掉，不是的，它是工具，我需要这个工具。啊，千万不要把工具看错了，认为是自己，那就大了。
错特错了。啊，他也举个比喻，很有意思。他说：“你要记住，身体就像汽车一样，不是你，你是什么？你是驾驶汽车的人。啊，你不要把自己驾驶汽车人也比当作工具，那你就错了。”那汽车不好用，坏掉了，换一部，就换一个身体一样。啊，汽车寿命短，你看到的生命。啊，人的寿命长，你就没有看到生命。哎，这就是身体是工具，驾驶这个工具是我们的灵魂。但是你要知道，灵魂是自己，他只到这个阶层啊，把灵魂看作自己，因为灵魂不生命啊。人死离开身体，漂浮在空中，他很清楚，那灵魂很清楚。他也没痛苦啊，他看到自己身体离开的身体，也看到周边的人亲戚朋友在照顾他，甚至于医生在照顾他，他看得很清楚啊。他很想跟这些人谈话，但是他说话人听不见，他就摸摸他，人没有感觉啊，他可以从他身体上穿过，他也没有感觉凭死经验啊。这个案例很多很多啊，提出许许多多证据来说明啊，那我们这样一定要知道，到这个世间的这一生，我们是有哪些功课必须要做的？这佛家讲的透彻啊，你要把身见放下，不要再执着这个身是我啊，身是我的工具，要不要爱惜它？需要啊，要照顾它。啊，放下身见，放下边界，人家对立啊，记住，不跟任何人对立，人缘关系就好了啊。无论什么人，跟你家人和睦相处，陌生人也能和睦相处啊，不同族群的人，不同信仰的人，异族人啊，甚至于到修到最后的境界好啊，回报你的人，侮辱你的人，羞辱你的人，伤害你的人，冤亲债主通通可以和睦相处啊，那是佛菩萨的境界了啊。你知道那些冤亲债主是什么回事情的，他们在迷惑啊，他没有觉悟啊，他要觉悟就跟我一样了啊。修行在哪里修呢？顺境里面修，逆境里的修，所以顺逆啊，都是修行最好的场所，最殊胜的缘分啊。顺境里面学什么呢？学没有贪念啊。逆境里面修呢，修没有嗔恚没有怨恨，无论受什么样的灾难、病苦、
不怨天，不尤人，修这个。所以灾难、病苦、折磨不是坏事啊，好事啊，你在这个里面通过了，确实没有一点怨恨，你毕业了，成功了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做忍辱修忍仙人啊，忍辱仙人修忍辱波罗蜜，遇到割裂王啊，暴君呢、啊。啊，碰到他了啊，割裂王把他杀了，凌迟处死。啊，什么原因呢？割裂王在休息的时候睡着了，旁边那些宫女啊，有一个发现忍辱仙人在山洞里面修行啊，向他请教啊，他给他讲开示，非常欢喜，消息之落，哦，这些宫女全部都在忍辱仙人那里听他说法。割裂王看到这个情形生气啊，说你这个修人，这个修行人不是好人啊，你引诱我的宫女啊，杀掉。真是冤枉啊，凌迟处死。忍辱仙人不但不生气，没有怨恨，还感激他，成就他忍辱波罗蜜真正圆满了。啊，临死的时候跟割裂王说，我成佛第一个来度你，你看看啊，所以境界现前呢，看你有没有智慧啊，有智慧去利用它的时候，没有一个境界不是好境界啊。顺境里头欢欢喜喜，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毕业了啊。逆境里头也是欢欢喜喜，一次好怨恨没有，圆满忍辱波罗蜜圆满，提前成佛了啊。本来释迦牟尼佛成佛在弥勒菩萨之后啊，弥勒菩萨排名第四，释迦牟尼佛排名第五啊，因为忍辱波罗蜜先成就，所以释迦牟尼佛提前了，提到第四，弥勒菩萨延后。从这个地方你才晓得，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啊，啊，无非都是成就自己，提升自己。你要是这些境界要是收获了啊，把这个机缘放弃掉了，你这一生在这个世间白来了，谁修行都不及格啊。那怎么办呢？来生还要来啊，这些问题都要在人道里的修啊。魏斯博士说了一句话很有趣味，在这个世界人口增加，什么原因？这个地方啊，他讲这个地球啊，就是修行的，就是个学校啊。这个学校里面的课程很热门，
许许多多的灵魂都想到这个世界来投胎。为什么呢？学的功课很多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很多啊，成就很容易啊。啊，所以人口不断上升啊，啊，还有他的许许多多灵魂呢，都往这边挤呀，都想着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啊。他这话说的有道理，我觉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地方修行真的叫大起大落。你要修得好的，大幅度提升，可以提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转眼图，真厉害呀！那如果用偶耶大师的话来说，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就无比殊胜了。这个世界有啊，这个地球环境好环境，真正想成佛，想成为法身大师，一生当中能够脱离十八界，那这是个修行非常理想的地方。啊，首先放下自己所有一切不善的行为，啊，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从哪里开始？从家庭开始，先对你父母，对你的兄弟姐妹，对你的亲戚朋友，一层一层往扩大。啊，培养你的慈悲心，你的真诚心，真诚的慈悲。啊，扩大到这是大乘佛法嘛？啊，对所有的动物，对花草树木，对山河大地。对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唯一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是我们的功课啊。我们能够学到这一点，毕业了。这个毕业不是小学毕业，不是中学毕业，这是博士班的毕业啊。换一句话说，一生当中大乘教的博士已经拿到了。博士法身菩萨了，分证即佛，我们要干这个啊。在环境里面随缘，顺境随顺缘，善人随善缘，逆境随逆缘，恶人随恶缘，处处随顺，这一个字不得了啊。所以中国人讲孝，孝什么叫孝呢？顺就孝，没有反抗，没有回避。那面对着境界啊，人事的境界，物质环境的境界，用智慧，决定不用烦恼。那我们喜欢简单，我提出了最简单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
无上菩提心呐、啊。这心怎么能生得起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叫孝悌忠信呐。啊，古人没有不爱父母的，没有不敬老师的。你能把所有一切人都看着是我的父母，是我的老师，啊，用这个心来对待。真诚心生起来了，恭敬心生起来了。啊，古时候中国教育啊，现在麻烦了，我们的传统教育丢掉了将近100年了，忘得干干净净。现在学西方人，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这个就难，太难太难了。真诚心到哪里去找？找不到了。从前，这个父母能把你的这个真诚心引发出来。啊，因为父子那种情爱，那是真的。没有掺丝毫假了。纯真无妄啊。啊，现在做父母的念念不忘他的儿女，可是儿女不孝父母。啊，那么做父母的人修行的时候比儿女容易，为什么呢？你能把常常呢心里头念着儿女那种心，跟你说那种心是真心，儿女不孝你，还是挂念他，还是常常想他，能够把你的真诚心引出来，那信得啊。可是现在年轻人难了。他不孝父母啊，他爱妻子吗？不爱啊，为什么呢？一不高兴就离婚了啊，所以他对这个那个妻子的爱，那叫情爱，不是真爱，情会变的，是无常的。啊，性德真常啊！啊，所以他爱自己吗？他不爱自己，作践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是现在人修行难了，太难太难了，啊，染上社会上不好的风气。啊，每天接触的电视、网络，啊，社会的风气，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啊，在这个里面天天增长什么呢？自大、自私自利，啊，傲慢。啊，贪婪，啊，嗔恚，耍脾气，狂妄，全都是负面的，都是跟性德完全相违背的。
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啊，真正学，真正觉悟，快呀，快速啊！啊，也就是你能经得起考验呢，啊，快速的成长，快速的成就。如果敌不过啊，环境的诱惑，经不起环境的折磨，你就被淘汰了，淘汰的也很快。啊，这是地球这个学校啊，现前的状况。在佛法里面讲，啊，善根福德深厚的，遇着这个环境，一生可能成就，一生就圆满。那根性劣的，经不起考验的，也很好，马上淘汰。淘汰也是学习。再来嘛！啊，你要不经过折磨，你回不了头啊！啊，阿鼻地狱是阿鼻地狱，也是在那学习啊，把你的那些恶业习气，在那个里面消除。啊，消掉了，你就离开了。你不造地狱的业，没有地狱现前。啊，你造地狱业，它就会现的中国报。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好啊，世间所有这一切法了，都不是真的，幻化。那为什么幻化呢？业力幻化的。你没有这个业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境界出现。啊，你造的有地狱业，地狱现象你看到了；没有造这个业的，他看不到。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呢，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朱金洲老居士告诉我的，朱老居士是章太炎的女婿。啊，章太炎是他的老岳丈，他在东岳大帝呢做过一个月的判官。啊，判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啊！啊，东岳大帝管五六个省，啊，大鬼王啊！那他有一次向东岳大帝建议，在地狱里头有一种刑法叫炮烙，啊，贴的柱子，火烧。烧得很红，那个罪人去抱那个柱子，他是个太残酷了，惨不忍睹。希望东岳大帝能下个命令，把这个刑法废除。东岳大帝听了笑笑：“你先去看看。”派两个小鬼带他到炮烙地狱去看。啊，走了一阵子，到了，小鬼指示，章太炎先生，你看看地狱人，他看不见，恍然大悟，他是个学佛的，啊，佛经上讲业力现前的，他没有这个业啊，他看不到啊。
啊，所以他才晓得，不是阎罗王设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梦幻泡影。啊，他把这些事情啊，讲给朱金洲，这朱金洲是他的晚辈啊，是他的女婿啊，讲给他们大家听。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是了解事实真相呢，就肯定了。我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的？是来消业障的。佛经上讲得好，他讲随缘消旧业，莫根造新殃。这两句话就把魏氏的四本书做了个总结，佛法两句话你看就讲解了。啊，随缘，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随缘，随缘消业，不要再造业了。如果你随缘，顺境里生欢喜、生贪爱，逆境里头有怨恨，那麻烦大了。你随缘不是消业，你随缘造业。啊，造业怎么样呢？你看还要受更苦的苦报。好，啊，叫你这个造了消，消了造，啊，到什么时候你觉得啊太苦了，我真的要放下了，你就悟了。啊，所以六道轮回的现象是帮助我们消业障。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六道轮回对我有好处有利益，我在这个里头要成就自己。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天堂是顺境，阿鼻地狱是逆境，这讲顺逆达到极端。啊，在这两极顺境有没有乐受？有没有贪念？乐受可以，没问题，你可以受。有没有贪念？如果升起贪念了，你造业了。这不是佛教你的意思。你在阿鼻地狱受苦受难，你受了，有没有怨恨？有没有不服？啊，如果你要是不服，你有怨恨。地狱里面的苦够你受的。什么时候毕业呢？吃尽苦头，没有怨恨，征服了，没话说了，就毕业了。啊，毕业什么现象啊？地狱不见了，好像做梦啊，梦醒了，不见了，毕业了。啊，两极端的如是，在中间这个通通要学。好事不是坏事啊。十方世界，这是魏斯博士讲的。其他星球没有像这个地球上这个两极差异这么大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学快速，成功也快，失败也快，大起大落，对于真正修行人来讲是好事，在大起大落里头，你不落，只是起，帮你提升，你不会堕落，那个就太快了。所以要学什么？你看他那个几乎是个核心四本书里讲的最多的一个字，爱。这个爱字的时候，几乎的时候，你每一两分钟就听到他讲爱。我们录的这个节录四个小时，四个半小时，你在一两分钟就看到这一个爱呀，超过100次都不止。我估计的时候可能有200-300个爱。这是爱，是宇宙的核心。爱就是上帝，爱就是神，爱就是真正的自己。为什么要爱别人？为什么要爱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他跟自己是一体。这个佛法里讲的透彻，你看看我们这一本《望经环用观》，第一段显一体，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从一体起二用，二用一个就是依报，一个是正报，依报是宇宙万物，正报是自己。一个自性里现的，就佛家讲真的发生，真的发生，承认明白了，肯定了，整个宇宙是我自己，像我们自己一个人，如果我们觉悟了，觉悟了什么？人，这个人身体整个是自己，头是自己，眼睛是自己，耳鼻舌也是自己，手足是自己，身体是自己，身上每一个细胞是自己，每一个汗毛是自己，再像科学家那样分析，细胞分成分子，分成原子，分成电子，分成基本粒子，全是自己。如果你要再扩大一点，整个宇宙一切万法都是同样细胞组成的。我身上这个基本粒子可以跑到树木花草里头，可以跑到山河大地里。山河大地里面基本粒子可以跑到我身上，是一不是二啊！然后才晓得，原来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这叫发生。你肯定的，你认识了，你不再分别了，证得清净发生。这个时候自信里面的爱，爱就变法界虚空界了，没有一样不爱，那个爱是真爱，它不是假的，真的
观心，真的照顾，真的尊重，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这叫化身菩萨啊，自他不二啊，自他不二对两种人，对你最亲爱的人自他不二啊，对你的冤亲债主，你最痛恨的人，最讨厌的人自他不二，两极端，两极端不二当中全容包容了，这是你的功课啊，修圆满了，你在这个阶段呢毕业了啊，这个阶段是六道，六道里面毕业，你提升了啊，恭喜你，你升到方便又一途了啊，方便又一途呢还是要修，修什么？还是修放下啊，在六道里面放下不少了啊，粗重的全放下了，还有微细的烦恼习气你还没放下，到方便途再放下啊，方便途里头彻底放下，它有四个阶层：声闻、缘觉、菩萨、佛。放下见识烦恼的习气，见识烦恼放下了，你才出得了六道轮回。习气放下了，升级了，升到菩萨、佛。菩萨再放下尘沙烦恼，那分别，那个不是执着变的，是分从分别里面现的。把这个放下。然后再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生相无明，就是无实无明这一放下十法界没有了这个提升真的提升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这叫做净土真正的净土可是无始无明的习气还在，这个习气太微细，你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自己以为没有了，佛说有，听佛的话了，佛说的话哪能有错呢？你好好修，修更深的禅定，到八地菩萨看到了，起心动念，微细的那个波动，发现了，九地十地更清楚。到十一地等觉菩萨把它放下，无始无明习气断了。这个时候呢，常寂光现前了，真正还原了，妄尽还原了。
回到常寂光了。你看这佛多好啊，读书人呐、这其他的宗教学说里头没有讲到常寂光。知道有光，有蓝色的光、红色的光、紫色的光，有讲到有光。所以他看到的时候，幽灵看的这些光啊，都是自性的光。随他的这个烦恼习气变化不同的颜色。真正极光是白色的。光是柔和的。不刺眼睛。到常寂光啊，给这个光融成一体了。自己的身也没有了。不但身也没有了。身是物质，物质没有了。精神也没有了。受想行识都没有了。受想行识没有，可是他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心的。不生不灭了。见闻觉这个受想行识有生命。见闻觉知没生命。这个是心的圆满的心情。修止就是修定。对治凡夫住住世间。凡夫的心是散乱，妄念很多啊，出不了六道啊。这就是住住世间。这个世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应当要放弃。前面跟讲的这个五种止是五大类的放下。你真能放下，时间就没有了。那么同时呢，能舍二尘切入之间。二尘是声闻缘觉，这人不错了，太能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菩提心没发起来。也就是说，无条件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心没发起来，所以叫小乘了。修持也要把这种心放下。说若修惯者呢，对治二乘不起大悲呀。狭劣之故，远离凡夫，不修善根，所以要修观，看破。
看破什么？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要不要帮助？要帮助啊，一体嘛。没有任何条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凡夫看破了，能修善根；二乘人看破了，能回小向大。所以经上讲，小乘人，阿罗汉，不发菩提心，住偏真涅槃，也不是永恒。佛教是两万大劫。辟支佛呢是一万大劫。时间到了他会回头。回小向大了。他知道发现。广度众生。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对自己有没有妨碍？没有妨碍。不但没有妨碍，对自己有大利益了。这个利益呢，就是在六道十法界里的去磨练呐。磨到怎么样呢？磨到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你出来了，再跳进去。如果说跳进去又被染污了，你马上堕落了。跳进去不染污。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他为什么到六道到十法界了不染污？他对于六道十法界里的状况他真的了解。他了解什么？都是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怎么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怎么会有分别之处？不会起来。他来应化，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如果有，他堕落了。他没有啊。所以才说呢，他们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他真坐，他没起心动念，等于没坐，坐得那么圆满，坐得那么自在，这什么道理？我们细心想一想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水是矿物，我们凡夫动一个念头，我喜欢你，我爱你，水的结晶那么样的美，
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水可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全没有啊！自自然然的反应呢？这是什么？心得啊！自信有，见闻觉知，这变法界虚空界，通有见闻觉知。不要说是这有物体，没有物体的空间，空间也与见闻觉知。啊，我们讲磁场。啊，中国人讲气氛。啊，氛围。啊，这个氛围非常好。你一进入这个氛围，你感到很安全，感到很舒服。啊，没有一点浮躁，这真的。我在年轻时候初学佛的时候，啊，非常喜欢去看张家大师，总想在他的客厅多坐一会，为什么磁场好？啊，陪他坐坐，不说话，那种感受啊，无法形容啊！啊，一个有道德的人，啊，长者，他居住的那个环境，进大门就不一样。有些人感受不出来，心浮气躁，没有恭敬心，也是印祖的一句话：一分恭敬，一分感受；十分恭敬，就十分感受。没有恭敬心呢，感受不到。那么话说回来，这一切感受还是出于自心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不是别人心想，我自己的心想，啊，我自己那种澄清，啊，老师也是澄清，澄清跟澄清交感。那个感受就很微妙了。啊，真的是没法子形容。所以修观呢，帮助小乘人发现，回向无相大；帮助凡夫啊，修善根。啊，光是止不够啊。只是很好啊，你心定下来啊，定下来之后啊，要修善根。善根妨不妨碍修止呢？不妨碍。啊，所以止，你真能止住才行。怕的是你止不住啊，你功夫不到家了，境界现前呢，烦恼又起来了，烦恼什么？贪嗔痴慢又起来了，啊，圣经贪心起来了，逆境成灰起来了，
这不行，这没止住。啊，真正止住，在一切境界里面，不生烦恼。初步功夫，那虽然是初步，它很管用了。说以此一故，直观两门，共相成住，不相舍离。啊，这个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教人。为什么这两门都说？啊，张家大师当年教我看破放下，看破是观。观是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是知，不起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我们做不到，啊，先从哪里起？先从不分别不知处，从这下手。真干，那叫真修，管用啊！啊，你要是真的这样修，在哪里修？在人事环境里修。啊，为什么呢？人事比物质更尖锐。啊，人事里面最初下手挑两种人，一种最喜欢的，就最讨厌的人，这两个极端。啊，最喜欢的人不生贪念，你能保持自己清净平等；最讨厌的人不生怨恨，也能保持清净平等。所以修什么？无量寿经的经体上讲得好啊，清净平等觉。真诚呢，清净平等觉就是真诚。啊，真诚是体。清净平等就是相啊，慈悲是用啊，吉祥用啊。啊，你要不在这两方面修，那就很难，很难修得成。啊，这两样摆平了，对其他的都容易，啊，对万事万物，你常常用的心呢，是清净平等觉，啊，这是真心，这不是妄心，啊，真心就是菩提心，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它就会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的底下两句话讲得太好了。若不修止观，无有得入菩提之路。我们要是疏忽了，修行
实在讲，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无量法门，修什么？就是修智观。通常呢，我们也讲禅定。啊，禅是什么？禅是观。定是什么？定是止。啊，禅定是从印度翻译出来的名词。止观是中国人。啊，意思是一样的呀。啊，观中有止，止中有观。禅里头有定，定里头有禅呐、啊，活活泼泼，它不是死的。啊，定里面没有观，叫无想定。果报在哪里呢？在四禅天里面，有一种天叫无想天。佛法里面叫外道天，啊，心外求法，啊，四禅有九天呐、啊，五种。是修行人的道场，叫无不还天。啊，哪些人呢？将要证阿罗汉的人在那边修行，也就是见思烦恼还有一分没放下。啊，他在第四禅不再下来了，就在那里休息。啊，见思烦恼断尽了，他就证阿罗汉果了。啊，在第四禅五不还天就断尽了，这叫立根阿罗汉。啊，根性差一点的。他还要通过四禅四孔天，啊，才能证阿罗汉果。啊，根性立地不必要，就在第四禅就行。啊，所以我们了解这里面的一个诀窍，啊，关键之所在是什么？就是放下。啊，学佛没别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什么？放下。舍。舍后头有个德。啊，舍德。啊，那德怎么样呢？德也要舍。所得的也舍掉，你就回归自信了。啊，如果你舍，舍的目的是什么？舍的目的是要得，你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六道轮回。舍财得财，舍法得智慧。舍无为得健康长寿，有舍就有得。啊，世间法好啊！啊，对世间人来讲啊，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了，真应了，一点都不假了。啊，可是如果在德里面起了贪心，这个麻烦就大了，啊，立刻就堕落了，啊，再就不能够提升了，啊，所以彻底放下，啊，为什么？真的要常常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大般若经的结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我们再想想弥勒菩萨的开始，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森罗万象，是什么一回事？是1280兆分之一秒的波动现象。哪有真的啊？菩萨慈悲告诉我们了，信是太微细了，不可知之。你根本想都不能想，你想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弥勒菩萨就跟你讲，那一个念头一弹指，32亿8000年的一弹指，你怎么能控制？你在这上打妄想，物质世界、精神生界世界就出现了一时顿现。如果你能把这妄想整个洗掉，这虚空世界全没有了。啊，什么东西现前的？常寂光现前。常寂光没现前，证明你的妄念念念相续。六道轮回没有灭掉，还在你眼前，那说明什么？你念念的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相应，每一念头都有啊，所以现在这个境界，六道轮回境界，我们常常谈到，是一种虚幻不实、相似相续的境界相，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没有真实啊。啊，这个相千变万化。啊，为什么呢？心在变吗？它跟着心变的。啊，心善你看到善境界。心不善你看到是恶境界。
啊，外面有没有境界？没有啊。佛说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既然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为什么不想极乐世界？想极乐世界就现极乐世界。那现在极乐世界为什么不能现前？我们想六道轮回想得多，想极乐世界想得少，所以极乐世界不能现前。啊，六道还在面前。啊，对这个想太多了。一百个念头里99个想六道。啊，只有一个念头就想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不现前。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如果把所有的念头统统想极乐世界，你就成佛去了。啊，那么在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好不好？对修行人讲好。啊，为什么呢？逼着你啊，不能不多想极乐世界。你要不多想世界，那这个世间灾难你得受。啊，真正觉悟啊，我现在把这个世间放下了。啊，过去念佛堂堂主啊，口头禅呢，天天都要说的啊，在念佛堂劝大家放下身心世界，一向专念，这是堂主口头禅呢，时时刻刻提醒大家，你念佛功夫不成就，什么原因？这个世间没放下，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你常常念住，啊，口里没有念住，心里念住，心上真有啊！啊，虽念佛，佛生疏，心上没有真有，啊，佛会常常忘掉。如果心上真有啊，他就忘不掉。啊，所以诸位想想看，贪财的人，他什么时候把财忘掉了？没有忘掉。情执很深的人，啊，在这里讲从前，妈妈忘不掉，啊，遇到大灾难、大危险的时候，他口里第一个叫什么？他叫妈，你就晓得心里是真有啊，平常没念呢，到极难的时候，他会叫妈。啊，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遇到极难的时候，一开以后阿弥陀佛，这些啊，你心上真有叫念佛，念，你看中国文字，念什么意思？精心，精是现在。现在心上他有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不一定挂在口上啊。口上的形式啊，实质是你心里头真有。一切时，一切处，啊，这个境缘突变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要修。烦恼才起，这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念起是烦恼起来，贪嗔痴慢起来，就怕觉知。觉是什么呢？就是正念。念佛人的正念呢，就是这一句佛号。经要熟，要多听，能多讲更好。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的题目啊，它里头有内涵呐。在经典上。阿弥陀佛的德行，阿弥陀佛的修持，阿弥陀佛的宏愿，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功德，这一句佛号全包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的经题。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功德力，十方诸佛都说不尽了。这什么呢？心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能大师跟我说的好啊，能生万法。所以修止就不能不修观。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是分不开的。止是定，观是慧，方法就叫做戒律。方法不是一定的。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的是戒定慧。要活活泼泼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日常工作当中，得大利益了，得大受用啊！下面大师引用《华严经》上经文，来比喻。华严云：譬如金翅鸟，以左右两翅，鼓扬海水，令其两翼。观诸龙众，命将尽者而不取之。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金翅鸟吃龙喜欢吃龙。那么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动物里面它要捕捉
猎食啊，他要吃这个，都有规则了。啊，决定不能够吃小的动物，你要让它生长。啊，动物都懂得这个规矩，不伤害小动物。啊，它要捕捉什么呢？捕捉那个命将尽的，寿命快终了，它捕捉这些。他都有道德观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了，啊，这些动物，他靠这个生活，他不能不捕捉小动物，啊，小动物里面也有命将尽，啊，他们能看得出来，能认识。啊，两翅这个翅膀就是比喻直观，一个是直，一个是观，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来鼓动海水，啊，让海水分开，哦，看到里面的龙了，啊，看看它这个龙，如果是小龙。他不吃它，啊，看看是这个大的，啊，再看看他是不是老弱，老弱是优先要剥这个金翅鸟啊，啊，他要。过去的是老肉，那么现在灾难这么多，让我们读这个经文呢，想起来，人现在没有道德，啊，在海里面的捕鱼，现在的网很密，小鱼都打尽了。这是违背天理啊。那连动物它都能遵守这个道德观念呢，人为什么没有？啊，海里面这动物有没有灵性呢？当然有灵性，它是畜生道。那我们这样态度对它，它会不会报复？这不能不知道。佛在经典上有一个故事，是他们家里的事情。琉璃王灭释迦牟尼佛这一族，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办法救他呢？没救。啊，舍利弗尊者有神通，用他的钵啊，把释迦族的人救了500个人，放在钵里头，把这个钵放在天上，等这个灾难的时候化解了，啊，战争结束了，再把救起来这个500人。再放回来，他跟释迦牟尼佛说，佛就给他讲，你去看看你的钵。结果一看钵了，这500人已经化成血水了，
释迦佛感到很压抑，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这究竟怎么回事情。佛说是业报啊，这在过去，过去世琉璃王是一条大鱼啊，释迦族呢是一群捕鱼的人啊，这一次捕鱼的手段很残酷，把这个塘堤啊决掉了，水完全放掉，所以整个池塘鱼就全部被他们杀了啊，杀吃了啊。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大鱼，这是鱼的大鱼啊，这小孩吧啊，释迦牟尼是童子，在鱼头上敲了三下，所以释迦牟尼佛头痛三天，果报啊！啊，就是现在到这一生，这一群鱼就是琉璃王这一族啊，所以冤冤相报啊，没法子救啊。啊，佛知道业因果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佛神仙都不能救啊，这个这桩事情啊，这些开示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决定不能给人结怨仇。你看世尊在这鱼头上敲了三下，好玩，小孩嘛，敲三下头痛三天啊。我们知道这是释迦族大灾难，又逃出来的人逃到西藏后藏啊，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逃出来这些人以后就没再回去了，在后藏就落户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一族后代的时候，在中国的后藏给人结怨，不要说有行动，心里起这个念头就不好，都要受苦，何况还有行为啊。所以佛菩萨非常慈悲啊，常常提醒我们啊，随缘消旧业啊，我们对那个人欢喜，一见面就有缘，对另外一个人一见面就讨厌，通通过去生中有缘，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就业，就业不要佛法啊，就业要懂得把它化解，这是智慧，这是真正修行啊。不知道化解就业，依旧还要造新养新业，那个麻烦大了啊，这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呢？他是你冤亲债主，你走的时候他的障碍，他要报复啊。那我们现在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过去生中的冤亲债主要给他供牌位，要来化解，眼前为什么不知道呢？眼前冤亲债主的时候更要化解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
我学到了，这一生当中，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感激。我给他们立长生牌位呀！你到我这个讲经的摄影棚，你去看。我给他们通通立的长生牌位。为什么呢？感谢他，他造业障，替我消业障，我怎么能不感激？他回报我、侮辱我，是替我消业障啊！他造业啊！我们将讲经念佛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造的业障的时候能够减轻，能够化解。我们用这种心对他。那时间久了，总有一天他知道，他知道我们是这样对待他，他就回忆了，愿化解了，他对我们就好意了。这是不给人结怨的修学方法。我教过许多同学，他们很想学，很想这个把这个心量脱开。问我怎么做？你把你最怨恨的人供他的长生入位。每一天我们早晚课都给他回向，都嘱咐他。有人真做，告诉我，他说我已经做了三年了，可是想起来还是恨他。问我怎么办？继续再做下去。为什么呢？你的功夫还不到，一定要到了说，任何时候想起来，绝对没有怨恨心，而且还嘱咐他。生活能够过得更好，更幸福。更美满，如果在修行，祝福他道业能成就。我们这样用心，对自己的利益多。真正把我们那个真诚的爱心发掘出来啊，那我们的心得了。这个发掘出来的时候会起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很有感触。畜生在觅食的时候，他有德行，他有规矩，他能遵守。不是随随便便他就来抓来吃的，不是。得体现出上天有好生之德。现在是人不懂，人不如畜生，这很遗憾，所以有这么多的灾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